因为我发觉那种雷诺啊，像机械师跟盲女有没有盖下去板子那一瞬间，虽然说有可能不会去盖到，但是如果他还在动作期间，监管者还是有在靠近那个板子的话，会被砸晕了。等下有空再去看看那个。他是怎么六杆那一把的？鹿头，操塞。哦，安尼嘛崩掉，加速了。想干嘛？我操！喂！哦！哇，这个不合理呀，这个。但是这个完全不合理耶，那个板子就是这样子能够，哇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太夸张，我是讲认真的。哎，糟糕！啊，完了，娃娃怎么在修那一台啊？你弹哪里呀？跑去打娃娃了！哎呦，真的是。服了，啊，可能切传送哦。哎，机械师在干嘛？哦，压好了是不是？
球。等一下，就抖那个没加速啦，靠北边啦，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我自己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边附近没椅子啦。哎呦，刚才自己跨了一个板子，加速没注意。哎呦，其实这一把真的是也太多意外了。地窖，地窖，不要浪费这一把，地窖。滚虫啊，你还在往后跑啊，哇你这个。哇浪费了这一把真的。还在往后跑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那你没地窖啊。啊他GG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把平局。哎，